来敬尊敬，请等一下，敬尊敬，请等一下。来主，不讲起来，主任依然的国光乐队，敬尊起来，主任带领英雄勇志的咱的庆顺应，咱的送会团队在咱东方中来帮忙后，麻烦两侧边的好朋友，按照工作人员的引导，我们先让所有的阵头进行参演后。
有三年下火车但阿水一同是新地主不同的车天下都宽展要定舞台才不由但都后边对到你微调清楚那里不安要定摆正那么那里下火车作为舞台这个学校进入目标将来收入那里的对管啊，一同来领导那个领导，啊，回家来让手机来进行讲论，马上送我们班主席收为讲论馆来收为好朋友，请教育那个讲座领导领导。Thank you.
Thank you.
陈其安、曹清将，我们的正炉主陈阿水一同来敬献今天平安到祭的所有圣坛。接着要见到我们庙城前方的是来自台南的祥飞艺术舞蹈团，由祥飞艺术团我们的团长带领花鼓阵来庆贺今天的道祭圆满成功，恳请掌声欢迎祥飞艺术团。
再次感谢来自台南祥飞艺术团我们所有的花童老师，谢谢台南祥飞艺术团，也谢谢我们房东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水春，敬请齐安古老师教政府组陈阿水一同进站保平东，这一次回访。那么今天进入咱的庙埕，是咱的尊长团。那么跟尊长团收入是哪里？今天在咱东方村参加了咱今天的歌谣请求，按调不改变。欢迎咱收入尊长团的咱的参加队，咱收入参加队，大家一路辛苦，要进行一团团平安事情。代表着东方村观众两位，祝你们晚上开心。这是各位观赏观玩之道，欢迎各位并邀各位一起上三万尊弟子这个下雨多谢。
话，那么再次感谢咱永和保丰乡助理委员陈志生，以及咱郡城义安五条青桥咱的赵老师陈阿水，一路不受重创，开车到来自台中、台南、宜兰、咱淡水、南北沿，咱所有家庭的面头，来参与了今天的平安庙祭。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是辛苦，大家辛苦哈。那么，因为咱后壁里头，要来自台南，也要来自咱高雄，咱的优点、优标、咱的高背景，还即马镜头哦，拢伫咱面内拢看的哦。都是咱大头前头工作人员，大家参拜简单就好。多谢大家代表着金湖保江管理委员会，以及咱郡城治安五条青桥救援委员会，向各位致上敬意，感谢各位。刚才咱所有参赛的领导，大家辛苦了。